就这么一桌1788，十斤六种口味的小蓝龙，一个烤乳猪有六斤，六个凉菜，一壶茶，还有一个特别家庭一样的实实在在的大果盘。澳南的朋友有福了，商务接待也好，家庭聚会也好，要面子有面子，要里子有里子。没想到澳南发展这么好，这条街多热闹，今天约了全日盘戏，我们到星级豪宅澳南店开业了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他那个鸡蛋，哎呀，木鱼排骨汤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我想吃，妈两个都想吃。那我们今天带着几个帅哥啊，几个美女一起吃饭啊，都是跟我一样的1.8米大个子。这个龙虾六种口味啊，同时我要夸他们家这个乳猪，乳猪是去了骨六筋，有些乳猪我们吃了很多，就是太形式，有的太瘦，它这个是肥瘦相间，吃到嘴里面肉质有弹性。他们家羊血肉太好吃了，1788这个菜，两个主要产品确实是比较震撼的。同时，但如果你请客吃饭的话，我觉得点一下他们家的土菜，那他们家呢，田鸡、东星斑、这个羊蝎子这些东西都是要必点。有了这个主打菜跟土菜这样一组合，就比较完美了。你要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多帅哥在一起吃饭的话，你还可以两三个人在楼下有个200多的套餐，你去看一下。就这次他们叫澳南来，老板一年时间开了3家店，这次到澳南来，这种富人区是诚意满满，是把头低下来了，请你们过来。他们家楼下那个汤别忘记，我们等会点一个强汤啊，鸡汤不用谈了，我们点他家那个排骨汤，排骨汤是用那个大的木鱼跟排骨熬在一起。我提醒你们，千万千万不要吃他们家羊蝎子，为什么？吃完之后你再吃其他羊蝎子就吃不了了，现火鲜羊蝎子就差别很明显。新鲜羊蝎子做的这个锅啊，就是从外一层一直吃到里面那层肉都是那种有弹性的。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啊，婷婷是我老家老乡啊，然后介绍给小杨，现在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了，我们也祝贺一下。你看自从他们俩确定恋爱关系之后，婷婷坐我这边来，那老家里面人就忘记了啊，这个一直到现在没成功。那你赶快什么星座的？处女座啊。不能讲俗什么，俗为暴露年龄啊，哪里属于老爷识相？我总结。